贴个面，冷水面，冷水面。今天天气也是阴沉沉的，下了一中午的雨了。你看那个墙都淹水了。哎，收拾收拾东西，我也得出发了。没有电了，还有24个点，今天晚上还能录音一晚上。明天的话可能就没电了。我今天得收拾收拾，出发前往下一个镇。后天的话，明天应该就要到亚东县城，上面全是水，我晾了一中午也没晾干，空气湿度太大了，这边又冷。不管怎么样都得收，十点吧，早点吧。回头到县城以后，再把这东西再晾一下。连着下了2天的雨，这小天是真行。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，住了2宿的营地。今天该出发了，再不出发，断电了。今天要不走的话，明天就没有电了。这一路都是下坡，下1000多米。那基本上应该很快就到了，中间的话有个帕里镇，有可能今天去帕里，也有可能一气直接到亚东县城。再说吧，还一直在下雨呢，你看这些水，这会下的小了，毛毛雨，刚才下的比较大。看今天这个天阴的，这几天老下雨，真烦人。这个下雨的话就说明要变天了，一场秋雨一场寒，西藏也是啊，都是一样的，还不知道哪天晴天嘞。也有可能最近这边一直都是雨季，过几天的话可能就要大变天了。下雨了，哎呀，全打湿了，是不是今天应该从乡里再住一晚呢？再住一晚我就废了。好冷，下冰雨。这天怎么弄？全打湿了，幸亏这个防一点点水，要不然今天完了。全部湿透了，裤子全湿了，衣服也湿了，感觉要发烧。还一直在上坡。今天说实话真不应该走的，我这衣服湿了，晚上都不知道怎么弄，幸亏还没结冰，要结冰了那更完了，冻死我了，手都冻僵了。昨日拉木海拔7600米，旁边的那个山海拔7600米，这个海拔的话看看多少，已经到山顶了，
估计马上下山了，海拔4500。哇，那个山那看样子还是好高呀，只是下雨全部被云层遮住了。哎呦，我身上都在滴水。全部都在下雨，下吧。这里还有个星空大舞，但是没有人。这要是大晴天的话，风景应该挺好的。就下雨，没办法，下山了哈。4500多米的垭口，下山还有十几公里到乡，到镇，走吧，帕里镇。所有弯路，从此人生尽是坎坷。连续下坡，高原第一镇帕里。帕里的话是在一个山坳里，两边环山。我从那个山上下来以后就到了这里，前面还有个村子。哎呀，我不行，我手冻僵了。我去村子啊，去镇里看看，买点补给，找地方露营。今天就在这里，30公里到了现在的位置。帕里镇大丰收节。这里一个大舞台，在这里露营可以啊。那边还有水管，看见没有？那里，哎呀，我感觉在这里露营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地方。我去，哎呦，冻死我了！哎呀，哇，这么好的一个地方，可以哈，就在这里搭个帐篷吧。今天这么大的一个大台子，在那个房子旁边避点风，我感觉应该这样应该可以，就在那窗户下面。那边还有厕所。那厕所我估计用不了，那水管不知道能用不能用，等回去看一下，休息个几分钟。哎呦，我冻透了，衣服全是湿的，透透的，裤子也湿了，我去，哎，今天这弄的，手套也湿了，哎呀。没衣服穿，我必须暖干，没有办法，就这样穿着吧。风还挺大的，你看，我找的这个地方正好避风，风吹不到，挺好的，是吧？今天晚上就在这里露营了，我去镇子买点东西，看买点什么补给。看有没有水，没有水的话就要买点回来。没有啊，没有水，不行，得买点回来，我那水不够用。
帕里是这一路过来最大的一个镇，我要是确实挺繁华的，蛮跟一个小县城，住宿的也有，吃饭的饭馆数不尽数，住宿的也有很多，大型超市好多家，太繁华了这小镇。前面就出镇子了，不过去了，直接回去。这个镇子的话海拔是4200多米，不到4300。买点牦牛肉吧，直营店，新鲜的应该是，然后回去炖牛肉。哦，没有新鲜的呢肉。新鲜的那全部是冻的。哦。这个镇子的肉也全部都是冻的，就这种块儿，他们切割好的。反正有点硬，我回去可以帮我切一下吗？啊，可以帮我切一下吗？我切不了，太硬了。1斤3两，46块钱一斤，这是50多块钱的，将近60块钱。帕里的物价就比较贵了，亚东的话估计也挺贵的。我从堆纳买的新鲜的牛肉才30多块钱一斤，这边的话冻的牛肉就他们当地自己杀的都已经达到40多了，相差10几块钱。这边还有包子、油条、小吃什么的，明天早上可以在这里吃点东西。拿一个土豆吧，不大不小的就行，那肉能炖一锅。拿这个土豆行吗？这个有点大，感觉也不小，拿个小的吧。又买了一点，买了一大饼，10块钱吧，火腿肠，10块钱，菜5块钱的。今天出来干净些100块钱，差点给我干破产了。这个位置也有一点点风，你看还是冷啊，哎呦，衣服还是全是湿的，到现在还没干，我一直暖着的，哎呀，冻得打哆嗦。今天晚上就炖个牛肉，炖牛肉主要是喝点汤，喝点热乎的，要不然我感觉容易感冒，都有点就不舒服了。土豆切成块儿，切大块儿。生姜片到锅里切了一块，主要是去腥的，1斤3两牛肉，要不要过血水？我感觉用不到过血水，这么大块，我去，我切不动啊。行，就这样吧，大点大点吧，这一锅还不一定能。不一定能煮开，高压锅太小了。一锅出哈，土豆、西红柿，我去，来点盐。味精，
赶紧炖，炖完以后吃点暖和进睡袋。哎呀不行，冻的受不了了。非常非常棒啊，把这个盐这么冲下去，烤烤火挺好的。天气预报显示这一周全都是这种天，没办法，明天下雨也得走，最少得到县城。就这个县雨多，其他地方估计应该就没有这么多雨了。这个天阴沉沉的，今天晚上肯定还有雨，天气预报显示中雨，我估计还会下，看这个天。今天晚上压干了，哎，一点水没了，我估计里面成，不确定，反正是没汤，我知道。等卸完压以后，然后开锅吃饭。西红柿土豆炖牛肉，看一下，这牛肉已经炖好了哈。今天晚上这营地饭不错，明天不管下雨不下雨都得往前走。要下的很大的话，我就在镇子住一天；要是下小摸雨的话，就往前走，直接到县城，就40公里。明天早点出发，今天走了30。吃了一半吧，然后锅里还有一小半牛肉，还有土豆、西红柿，不吃了哈，我把汤全喝了。我把这个湿的裤子脱下来放车上晾着，睡觉了，手出火，脸也出火，脚特别凉，我估计应该就吃了一点东西刚刚缓过来，别感冒了，感觉好像是有点要发烧的样子，赶紧睡一觉，睡一觉的话希望明天早上起来能好一些。明天见，赶紧睡一觉，感觉要发烧，嗓子都变声了。拜拜。